嘴头尖，说没拉欠儿成姻缘。我巫婆说没拉欠儿为生，只因我们这城里头啊，有位韩大老爷，当年官职太守，如今告老归林，膝下无子，想再续一房，故而把我叫进府去，让我给他物色一个得貌的佳人。我一想，这是好事儿啊，真要是说成了，多少不拘，我也得发点小财，不是啊？我呀，就想起我们这儿一家街坊来，姓吴，叫吴慧全。这个吴慧全呐，前些日子出门做买卖去，回来可就病喽，是卧床不起呀。转来的金银也都花完了，瞧他那个样，怕是时日不多喽。可他的那个媳妇儿，年纪轻轻又有几分姿色，要是就这么守了寡，您说怪多可惜的呀。我呀就合计着把他说给那韩大老爷，可是人家丈夫还没死呢，这缺德的事儿我怎么说得出口啊？可后来我又一想，他要是真的改嫁过府，当家做了主，那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无形中啊，我呢也算做了那么点儿积德积善的好事儿。得了得了，别打闷葫芦了，今儿个闲着没事儿，不免去着吴家探探口风如何。正是媒人一片苦心肠，一边欢喜一边伤。you
越发地沉重了。官人不必说起，保重要起。哦，有一千号，官人拥有吧。有劳娘子。太守娶妻房，暗中访娇娘。大娘子在家吗？大娘子，妈妈来了。哎呦，大娘子，我来看看大官人嘞。妈妈，请进。哎，进来，进来啊。大官人，官人，大官人，妈妈来了。妈妈来了。大官人，您好点儿了吗？越发地沉重了。哎呦，别着急啊，您这个病就得慢慢养，千万别着急啊。大娘子，您这儿请过来。妈妈，我这一道上啊，走的是又热又渴。妈妈用茶。对喽，跟您讨杯茶喝。妈妈请稍待。哎，有劳有劳。大官人，我这儿啊，先跟您请个罪，我这嘴冷，欠您一个嘴巴。我也瞧出来了，您这个病怕是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了。说句不吉祥的话，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撇下你们大娘子一个人儿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哟？哎呀，我也想到此去，实在的为难哦。怎么着？您也正为此事为难？大官人，眼前有条道，不知道您愿意走不愿意走？妈妈，请讲啊。哟，这让我可怎么说呀？妈妈有话只管讲来。哎，那我就说了啊。可是这么着，我这么一说，您这么一听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。是这么回事儿，咱们这儿啊有位韩大老爷，当年官职太守，如今告老归林，膝下无子，想再续一房。我跟您商量商量，想把你们家大娘子说给那韩大老爷，哎，改嫁过府，当了家，做了主，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您呐，在得点彩礼前，好好的看看病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？妈妈是哪里话来？想我父亲十分恩爱，况且我妻他十分贤德，此事万万使不得呀。嗨，话虽如此，可您也得为他想想啊。说句不吉祥的话，您要是口眼一闭，撇下他一个人儿，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哟？倘若我一旦亡故，我妻他依靠何人呐？对喽，您可得好好的想想。哎呀，
若做此事，我实实地对不起我那贤德的妻子。嗨，您瞧您说的，都这会儿了，谁还对不起谁呀？您，哎，听您这话茬，您是愿意了？哎，哎呦噗，那感情好啊！哎哎，大官人，您要多少彩礼钱呢？啊？彩礼银子我倒不计较多少，只要我妻有了安身之处，我纵死就全也是甘心瞑目。哎呦，成了，您别哭，您别哭啊，都知道您是万般无奈，再者说了，这也是为了他好啊。不过您放心啊，那韩大老爷是个好人，我好好跟他说说，这彩礼银子绝对少不了您的啊，那可就说定了啊。哎，我走了啊。哎，我大官人，这口说无凭，您得写个婚书，立个字据。哪国自然？哎，好，那就说定了啊！花轿可一会儿就到啊，那就说定了，我走了，哎，我走了。官人，妈妈哪里去了？那。他依然去了，你将贝儿放下，我有话对你讲啊。相我无回权，然病在床已有数月，有老娘子早晚的侍奉，我是万分的感激，怎奈我家无隔俗之量，身旁分文全无，倘若我一旦亡故，你依靠何人？哎呀，你且不要啼哭，我有一事与你商议。实在妈妈言道，本臣有过高贵临下的韩太守，失去了妻室，有意再娶一房执掌家门。我想贤妻，你正在青春，倒不日改嫁过去，我纵死就全也是甘心的了。对日此，怎奈我家业凋零，缺衣无食。贤妻，你若此去，我依然赡养持家，日后还有相逢之日。从天而降，
人，花轿到了，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我也是万般无奈呀。大官人，这是彩礼银子100两，您拿好了啊。哎，等等，您这婚书呢？这婚事么？啊，哎呦，您还没写呢。哎呦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花轿都闹门了。哎呦，您快写吧，您快写吧，您要是写了，你们俩人不就都有救了吗？哎呦，您快写吧。Thank you.
成全他夫妻之情，先前一百两身家银不要了，再取一百两银子全作安家独用，将养病体暂家燃眉。啊，大老爷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再送他回去吧。此事不可各说，取银子过来。是。
娘子，快快回家与你丈夫团聚去吧。怎么，大老爷放我回去吗？正是。此话当真？言有假意呀。哎呀，事到如今，婚事何用？来来来，就在灯前分化了吧。日子恩人情上，受我一拜。不明白了。
是我妻，将是回来了。正是。大老爷将你送回，相氏不要你呀、啊，还是要他的银子吧。哎，大老爷听我一番苦吃，千番银子不要，又在你我夫妻一百两纹银，官人请收下。哦，一百两身家银不要，又怎么夫妻不良？哎呀呀，世界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。阿七呀，我们要登门叩谢的才是啊。待你病体痊愈再去也还不迟呀、啊。方才我这病哪、啊、一再旦夕，如今有了这银子，吃了一身冷汗，我这病哪、啊、就好了一大半了啊。就好了，待到明天叩谢恩人便了。等到
是何人？这是我丈夫吴慧全，见过大老爷。参见大老爷。罢了罢了，哦，原来是吴相公，请坐。不敢不敢，大老爷在此，哪有小人的座位？有话须谈，焉有不坐之理？请坐，请坐。谢坐。阿大娘子，你也坐下。谢坐。啊，吴相公，听大娘子之言，你有贵恙在身，待等病体痊愈，你再来不迟呀。多蒙大老爷的恩德，千帆一百两身家银不要，又怎么负起不良，使我见了这银子，吃了一身冷汗，我的病哪、就好了啊。哦，怎么你见了我的银子，吃了一身的冷汗，你这病魔就好了？就好了。哎呀呀呀，看将起来，这银子嘛是毫无见呐、本来是毫无见呐、好宝贝，哦，救你的急，救你的难，救你的贫困，全儿的急，全儿的义，全儿的婚呐姻，我母子也是我前生造定，我岂肯即使府内无人，何不娶上一位妇人，生下贵子，也未可知。唉，看来子嗣之事乃前世修缘，再娶莫不必了。何不买上一个相当的孩童，教养成人，日后也好有一依靠啊。话虽如此，只是本地孩童多有不便，倒不如异地他乡，若有贫苦无依的孩童，买上一个教养成人，倒也堪为万金。若是不听教训，也是一番的怄气。小人去往四川催讨账目，若有相当的孩童，买上一个送与恩人，你看如何啊？也只好是天赐机缘的了。看天色不早，我夫妻要告辞了。誓不愿送。Thank you.
指望养儿到得老，谁知到老不养儿。老身今世只因前十三年四月初八日金兵作乱，我父亲在青州地界拾来一子，取名天赐，送到学中供事。哎，只是他只晓得念书，别养十二一点也做他不得。不幸夫君去世，家业凋零，我也无力教养。我有意将他买些银钱，以作我终身之计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天赐，天赐，哎，这个奴才往哪里去了？天赐，快些走出来。来了。种英豪，问世娇儿草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诗高。哎，读诗高，读诗高，家业渐渐凋，米也没得吃，柴也没得烧，我要吃杯清凉水嘛，还要自己去挑啊。啊，母亲，等孩儿长大做了官，你岂不是太夫人了？哎呀呀，你好大的口气呀，我有一言你且听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呀不要
要妄想了，我对你是说了吧，你不是我亲生之子啊？哪里来的？只因宣和七年四月初八日金兵作乱，我父亲在青州地界失了来的。如此说来，我不是你亲生之子。真是，哎，我那亲爹亲娘，哎呀，我讲了不是他的亲娘，他就哭他的亲爹亲娘。今日我若不卖他，只恐他长大成人定要卖我啊。天赐，过来过来。哪里去？我与你找个好人家呀。但是要买孩儿。好个聪明的小子，真是要买你呀。孩儿是不卖的。小冤家员外赠我银两，才得病体痊愈，使我来到四川催讨账目。且惜账目催起，不免买上一个相当的孩童送与恩人。看天气炎热，哪怕歇息歇息再走。买人呐！修得了与月娘之情，从今后两分道我们共行。买人哦，买人哦！啊，老妈妈，手持草镖，是人买草啊，还是草买人？人买草能知几乎，自然是草买人，但不知买的是哪一个娃。你来看，就是他呀。我是不买的。看这小顽童长得倒也聪明俊秀，待我问过妈妈。妈妈，他是你的什么人呐？他是我的儿子。既是你的儿子，你就不该买呀。不是亲的。不是亲的，越发的不该买了。哎呀，客官呐，找不寻我夫君，找我嫂嫂的命。他擦我表，母子分哪里？原来如此，妈妈。但不知身家银要多少啊？我要50两银子。50两？可多了啊！你还个价钱。30两可好啊？30两。
30两，还不够我供他吃饭穿衣钱呢。哎呀，30两不少了啊。客官，我来问你，你买他前去是为子还是为仆呢？自然是为子，焉能为仆？如此说来，你要将他像亲儿子一样看待呀。哎呀，你这是怎样讲话呀？看在为子的份上，30两，30两就30两。好好好。你取银子过来。请稍待。客官，我要好银子啊。好。喏，30两。这是30两。30两啊。容我母子分别。好，快快分别。饭随客官前去，必不得在为娘家中，而要清晨早起，习学规矩，莫要贪玩。我有一言，你且听了。再不想与计还无事无益，在荒郊啊，只哭得母子们回来，回，哎，去远了。有了银子，我就不要儿子了。这银子它不好，我那儿子是过活物，这银子是过死物。还是儿子好，还是儿子好。哎，客官回来，客官回来。哎，去远了，看不见了儿
招待。大老爷在哪里？大老爷在。哦，原来是吴相公。大老爷，请坐，请坐，有座。啊，吴相公，成都贸易之事怎么样了？托大老爷的洪福，账目催讨起了啊！如此说来，可喜可贺。不敢不敢，告别。好好好。来来来，随我进来。见过大老爷。大老爷在上，万圣拜衙役。罢了罢了，一旁坐下。大老爷在此，万圣不敢坐。不妨不妨，辞官的坐下。大老爷叫你坐下，你就坐下吧。告我坐。好好好。啊，吴相公，看这孩童小小年纪，颇具礼仪。他父母教训的好啊。是啊，小孩童原要父母训呢教。啊，吴相公，这孩童是哪里来的？乃是四川买了来的。但不知买来为子呢，还是为仆啊？一不为子，二不为仆，乃是送与大老爷你的呀。哦，怎么？你是送与我的吗？正是。哎呀呀，吴大哥，你可算得是新官人了。吴大哥，就是爹爹，你要大礼参拜呀。是，爹爹请上，受孩儿大礼参拜。罢了罢了，见过吴大叔。参见吴大叔。哎呀，不必拜了，坐下吧。是。啊，大老爷，我刚刚回来，还未曾回家，有空我那妻子惦念，我要告辞了。事不强留，该日里我父子要登门叩谢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告辞告辞。儿啊，送过吴大叔。啊，吴大哥请转。大老爷何事啊？明日里我父子要登门叩谢，
是一定回来的呀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告辞告辞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大老爷请转。明日我夫妻还要登门叩贺，要请大老爷一杯喜酒呢。告辞告辞。好好好好好。啊，吴大伯请转。我有事了。告辞告辞。好好好好。随为父亲来一旁坐下。待为父细看你恩惠。
十三岁，真是你那老娘七十三岁，真是哦，我这一盘就问知什么？我母亲埋没的时间，是他言道，我不是他亲生之子。是哪里来的？只因宣和七年四月初八日，金兵作乱，在钦州路上拾得来的。怎么？只因那年四月初八日，在钦州路上。来的吗？真是，哎呀呀，越发是真的了。
甘罗茶饭。朕和我意，待为父明日差人前去，朕那是。南来西府东，谁知今日巧相逢。父子同照林花镜，自恐相逢在梦中。啊，爹爹，千天百日父子相逢，不是做梦。哦，不是做梦，不是做梦。如此玉牙印，爹爹，我儿，我父，随为父来呀。